噔噔噔！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尼西亚南达大师，我们现在快要改口了，他之前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阿迪喀拉什。今天呢是 Parama Shivam 的第12天还是13天了？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大师的生日庆典。对，然后呢，宫崎，你刚才早上参加大师的这个庆典的祭祀活动，这个 Pada Puja，你有什么感受呢？很兴奋啊！对，因为今天大师是以他的那个 Devi Sarira 的形式出现的，在大屏幕上，他本尊那个，今天大师穿得好漂亮，穿得就是像国王一样，像神一样。闪亮亮的。对，然后大师也是在开始之前给大家 Darshan，然后后来你有感觉到能量场的不同吗？在现场做有什么感觉？有啊，因为我做了蛮多场祭祀，这次呢是第一次在现场，然后在大师面前，然后自己在做那个祭祀的一个动作，其实还蛮好玩的，因为拿花啊，拿水啊，拿那个瓶啊，然后还念念念念念念，觉得很还有那个开铃心。铛，OK，不好意思，刚才讲到说大师。对，就是那个过程，就是蛮有体验感的，因为毕竟之前都是透过视讯看着那个现场的祭祀啊，然后这次是自己呀，看着大师，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在那里拈花啊，然后帮大师庆祝啊，觉得很兴奋，那个能量场真的超强的，很不同。对，很不同。然后呢，这个祭祀之后呢，又有大师的开示了。你听那个开示，觉得兴奋吗？哦，对，大师说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凯拉萨。对，因为本身他就是个大师的，凯拉萨本来就是大师的家乡嘛，湿婆神住的地方，这样。对，然后这个印度教国家的使命你记得吗？大师说，对全人类的一个意识的一个提升呐。对呀。对，现在其实风起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你也会成为大师这个坚定使命的中间的一个出力的这样一份子。尽我所能。你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决定要为大师做出贡献这样。应该是说，越来越清楚自己来到这个肉身这个世上的一个任务跟价值吧。我觉得如果能够有机会跟大师一起来，协助人类提升意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空间跟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一个人类很棒很棒的一大步。因为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能够为全人类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你从接触到尼西亚南达大师一直走到今天，是什么样一股力量推动着你走到今天，而且并且对他的爱越来越深？你觉得是怎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起起伏伏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感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感受，就是大师对于所有的人的爱真的是纯粹，那个纯粹感让我很感动。他没有任何的想要得到什么，他只是一直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为人类做出贡献，然后把这个意识提升。对，就是这是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我再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尼西亚南达大师是你要追的师傅呢？这个问到点了，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一个讯息跟不同的一个团体，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深深的有感触到这个上师呢，他是。就是我很难形容，就是他没有办法用几个字来说明他的不同跟不凡。对，因为
就是神嘛，因为我在他身上就看到一个神系一个宇宙的一个源头，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源头，那我就觉得他是真神。 对真神。今天其实大师也非常骄傲的换了自己的名字，他名叫巴关十一你叮当的 Parma Shiva。法官的意思就是神嘛，梵文的神 Parma Shiva 也是神，就大师现在已经不再受压迫了，所以他可以真正的啊，该做自己做的事情，该说自己该说的话了。对，对，非常非常感谢风奇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神了，所以呢，也希望呢，现在还在找人生答案的，像我们之前在找到大师之前的那些那个状态的那些人呢，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到我们的分享之后呢，啊，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接触到尼西亚南达大师的教学，这样还有他能给我们做的第三只眼的点化，这个是真正的阿凡达才能给人的体验。即便是在线点化呢，你的第三只眼也能瞬间显化的超能力的，对，而且这些行为也都是免费的，这样可以让大家真正的轻易的了解他到底是谁。这样，如果你真的跟他有缘呢，你是瞬间就会知道他是真神的。对，真的很感谢，因为这几天我们也体验了非常多的超能力，那在台湾的朋友还有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也感受到这边的一股很大的能量，而且也很多人显化了，包括有人显化了很多的圣辉啊，还有很多的疗愈啊，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一个人变成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那也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至少要来一次体验这种。来过一次的人还会再想来，会这样子。你有显化什么超能力？有两三样，就是到给朋友收到这边传过去的圣辉。哇，你能够teleportation， 哇，厉害厉害。对，那还有就是疗愈他当下的一个不舒服这样子。哇，你把他治好了。谢谢大师。还有呢？还有就是你可以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扫描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思维，包括他的家的状况。还有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无法显化他的梦想，或者是他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好，大概是卡在哪里，我们可以透过扫描或透过这个超能力能够让他理解，甚至于他可以去突破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每天都在谈的事情，我觉得哇，这根本就是神的世界，我觉得每个都像阿凡达啊。感谢风奇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呢，非常祝贺你的超能力显化这么厉害，然后呢，加油。对，用我们实际的这个现身的这个例子呢，给更多人讲呢，第三只眼显化是大师点化，瞬间显化是真的。我们没之前不显化超能力，我们之前不是超人，我们之前也没有过这种灵修这个20年的这样的体验，对吧？只要是人都可以被大师点化，瞬间显化第三只眼超能力的。好的，希望呢更多人通过这个录像受到启发，了解尼西亚南达大师是真神这个事实，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接触他，并且呢更加欢迎所有的人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好的，现在有工作人员叫我们回去了，谢谢风奇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叮当当。